中风三史细念法事大意。尊敬的诸位同修、诸位护法，大家早上吉祥！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 今天我们这个佛七呀、啊，已经进入了第四天。再过几天呢、啊，我们来举办这个。 孝亲啊，报恩，中风三十系念的法事这因缘呢，所以再借这个来给大家细讲这个三十系念，希望我们在。 举办这个法会当中，能够更了解、明白中风国师在这个三十系念的苦口婆心呐、啊、的劝导，希望我们一切众生这一生当中啊，能够好好的念佛。 老实的听话，一遍的一遍的念，希望把这句名号啊，在这个生活中，在日常生活处事、待人接物啊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中。 善境、恶缘、顺境、逆境啊，在一切境界的当中，你一定要把这句名号，把它念熟了，念习惯了，成为自己的习惯了。 那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，那就很容易了，因为这个三十系念的内容确实真的名扬两力，功德不可思议的只要你用你那个真诚心来做这个法会啊，那这个功德啊，无以伦比的。 不可思议的，所以为什么这些鬼神呐、啊、看不到的，听到要做这个三十系念呢？他非常的法喜，他为什么会欢喜呢？因为他们知道啊，这个人生是很苦的。 六道啊是很苦的。今天突然间有人告诉你，有一个方法，有一个法门，有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。 只要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深信不疑，你都能够得度的。所以，当他听到这个法要的时候呢，他们非常的发喜。所以，在这个做三十七念当中啊，很多这些无形的众生呢、啊。 他能够得到利益啊，也不以然了、啊。你看，我们师父这个老和尚曾经很多次都在讲里面的内容，很多这些得到利益的太多了。像我跟悟行法师到处做善事系列，美国啊、欧洲啊、亚洲啊，亲眼看到很多，而且也听到的。 都得到这种的利益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。像我以前在台湾，台湾呢、啊、有一次啊发生了大水灾，啊土石流，啊，个大台风啊，在六龟，好严重哎、欸，死了好多人。 这个灾难他没发生之前呢，这些鬼神呢、啊、都知道了，他都知道要要有灾难了，他是人不相信呢、啊。经过这个灵媒呢，来祈请，祈请什么呢？做三死系念，而且做这个三死系念呢，老和尚亲自参加哦，<laughs> 坐在后面哦。 我们做维诺的悟行法师做主法，在那个地方一个小饭店，在那个空地啊，做这个三十系年老和尚亲自从头到尾，第一时到第三时坐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法会。没想到，听话的人有福啊！这一区域的人啊，相信来举办这个法会。 过几天台风来了，整个六归很严重，做那个法会的地方没事。你想一想，这个是我亲眼所看到的，所以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只要你肯，你真的去做，哦，不要去分别。 这个法师主法好，还是那个法师主法好？没有去分别这个。很多人说：“师傅，哇，这个主法和尚功力很大，不要来参与。学无法师主法功力太小了。哎呀，那个小法师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啊，不参加也罢。哦，没关系。” 让他自己心念就好了，不能有这种的分别心。一分别呀、啊，整个功德就打折扣了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就算这个法师他没有很名望很大，就算这个法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如果今天我们来用这种心态。 来参与这个法会呀、啊，你所得到的功德，那就很明显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亲自看到很多，而眼睛所看到的，但人不相信了。你不相信也没办法，很多哎，而且哦。 在台中，我们在做三十系念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被这个众生啊附身了，然后呢出来啊站在那个中间，那个拜殿的中间，跪下来喊哭哎，一直喊呐、啊、喊什么呢？我很苦啊，祈求超度啊。 那个时候，我们刚好在念佛、赞佛记的时候，在唱战佛记，要接入大慈大悲的那一个时候，念佛的时候，突然间冒出来一个，真的、啊、太多，啊。所以这一次的三十系念，以这个孝亲亲民的报恩的名誉来举办这个三十系念。 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呢？这个是一个关键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会修的人呢、啊，那个功德不可思议的；啊，不会修的人呢、啊，一边念一边造业，所以。 为什么念佛会有？哎，有人念佛会相应，有人念佛为什么不能相应？有人念佛会得到感应，为什么有一些人念佛得不到感应？有一些人念佛为什么还火欢喜的？有一些人家为什么念佛不欢喜？种种的原因是,是在哪里？这个是关键啊。 所以，我今天呢、啊，真的很感谢你们啊！感谢什么呢？哎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啊，还有这些网在网络上的，哎，聚会在一起，我们来学习经教，我们来听经，我们来学习佛法。真的，对我来讲。 最大的收获真的是我自己本身啊！如果没有你们在这个地方，我坐在这个地方讲经，那不是很奇怪。那、啊、你们在说你这个是个疯子，<laughs> 是不是呢？哦 <laughs>，有一次啊，我回到家里。 在家里住一个晚上，刚好隔天，隔天要去大学讲课啊。他讲课呢，晚上要备课嘛，所以一个人在房间呢、啊，一边备课一边讲话。<laughs> 所以我的父亲呢、啊，那个时候还没往生呢、啊，还来敲门啊！你跟谁讲话呀？ 好像一个人在讲话哦，有点奇怪啊、呃！他们不知道哎，我们是在备课、啊，哎，他们都不知道。所以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哦。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啊，说实在的哦。你要坐下来。 老老实实听话，坐在那个地方来念佛、来听经、来诵经，很算不错了。有一些人，你叫他坐下来十五分钟，还坐不住哎，没有那个耐心呐、啊。所以听经真的是个非常的重要，圆菩提众生呢、啊。 是什么样的根性最利的呢？耳根最利的，就是因为耳根最利的，有时候我们读经哦，读下来不明白。他说：“当我们听经的时候，哎，当我们不明白在这个地方，当你听经之后呢，哎，就觉悟了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心？” 在这个时候很难定下来，因为你的经听的不够，所以你们没办法觉悟。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啊，你想要觉悟，你不靠经教你是没办法的，真的啊，你要靠经教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不可中途。 就是用这个方法，众生嘛，因为耳根是最利的，所以不断的讲经，用这个教学来帮助我们众生，我们凡夫的众生，我们六道的众生，要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觉悟，那个才是关键。但是关键在哪里？你有没有去听？你有没有听进去？ 所以要多听，佛要多念，经要多读，啊、哦！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大家一定要明白。说实在的，现在在这个时代真的不容易啊！你要好好乖乖的坐在这个地方，如如不动的来听教诲。 那真的是没办法，所以很感谢你们。<laughs> 哦，所以你们听经啊，放松就好了啊，因为都坐在地下嘛，啊，没有椅子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的人听经啊，不如以前，以前的听经是跪下来的，现在的听经啊，至少要坐在椅子的。 因为有时候脚不方便嘛，没办法。甚至有时候听经，一边听经一边喝咖啡，也有的哎。一边听经一边吃饼干，也有的啊。对法真的不恭敬啊，那对法不恭敬，怎么能够成就呢？所以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一个道理，我已经跟大家分享。 释迦牟尼佛留下来这个八万四千法门，整部《大藏经》，他的教学最高的境界是建立在哪里？您能不能理喻啊？就是这个道理啊！所以为什么我们呢？很多人作为学佛的人。 首先，你要入佛门，你要先三归一啊！你没有入三归一，你怎么入门呢？而这个三归一最主要的，你看，归依达摩，达摩是梵语，是印度话，翻成中文就是归依佛，要归依法。法最尊贵的是在哪里呢？就是你能不能礼遇？ 你那个欲望，你能不能降低？你能不能远离你那个欲望？因为佛告诉我们，一切烦恼的根源都是建立在欲望当中，都是在建立这个欲望基础上。欲望不除，六道轮回怎么能够解决呢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往生西方净土吗？很难。所以，最这个法当中最珍贵的，都是教我们离欲。 你越降低，你心越清净。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欲望通通放下了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成佛很容易啊。佛没有欲望，但是福报圆满，智慧圆满，什么都圆满的。你要像雪。学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啊，真的要花一个时间。 在这个地方好好用功啊！现在的人最缺乏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个耐心了，所以一代不如一代啊！真的，一代不如一代、啊。你看现在的人，真正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有没有很多？多哎，真正修行的。 也不多啊！你今天叫他来烧香拜佛，可能容易，或者出点钱供养，很简单做得到。如果叫他坐下来念佛修行，想要来超越六道轮回，十个人当中找不到一两个，太少了。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才为我们讲啊，这个时代有正法、有相法、有末法。 但是最后的，成为什么？叫灭法了嘛？啊，灭法就是因为众生不相信了圣贤的教诲，不相信因果的道理，而且在这个灭法当中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众生是很苦的、啊，苦不堪言呐、啊。怎么苦法呢？寿命很短啊，一出生过几年就没有了。 这个是灭法、哎，然后在这个时间这么短了，人与人之间看到的都想要杀人，想要害人，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灭法的时代啊，躲在哪里？躲在森林，躲在山洞，不敢出门，害怕吗？很苦，苦不堪言。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还有来做这个三十系念，刚才前面我已经讲过了，确实真的，这个念佛的人，佛告诉我们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数的诸佛如来，你才会有这一生当中欢喜接受、肯发愿、肯念，不然的话。 不要说你能够来受持这个法门，连听都听不到，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去珍惜，啊、哦，所以今天呢、啊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，啊、哦，所以说实在的，这一代的人要真正相信。 这个念佛能够找为我们一种解脱之路，已经不多了，哦，所以我们要好好来珍惜这个因缘，不要把这个因缘错过了，因为这个人生太短促了，太短了，一眨眼呢就过了。就算我们活到一百五十岁，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。 就算我们今天活得很长寿，你总有一天还是避免不了人生有生老病死。那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，我们还要执着什么呢？还要计较什么呢？没必要的。所以师傅有时候早上起来啊，他想一想，我们人哦，每一天不是在造什么？ 在做什么？在追求什么？在执着什么？在忙什么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糊里糊涂来呀、啊，糊里糊涂走，<laughs> 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的，来到这个世间，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啊，死了以后也不知道往哪里个走，也不知道，天天就是这样过日子，你说呢？ 到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哎！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在那个地方啊，确实真的是一个很安详的地方，安乐的地方，让一切众生在这个地方好好在这个地方好好修行，无忧无虑的，天天呢、啊、是做什么呢？是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多好哎！ 哦，这人生真的无常啊！你看，昨天呢、啊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从小玩到大的哦，很调皮的，常常来捉弄我的。捉弄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么年轻啊，不好好过生活啊，跑去出家！哎呀。 他常常啊，来这个来捉弄一些诱惑啊，有时候不理他。哎，他昨天呢、啊，他寄了一个短片，短短的，大概一分钟。他这个影片里面是谁呢？就是以前我还没出家之前啊，我的偶像。香港有一个明星，以前呢，哈，不是现在了，现在我就没有看这些了。 什么偶像？我的偶像是阿弥陀佛了。这些偶像，哎呀，那明星偶像那个是假的。<laughs> 以前啊，这鱼痴啊，哦，看到偶像，哎呀，发疯一样的。<laughs> 有时候跑到香港去，啊、哦，看到的表演，啊，唱歌表演，哎呀，这个以前呢、啊，哎呀，真是的，也搞不懂。以前呢、啊，我们出家之前啊，有一个明星。 叫叶青文，你们大家知道吧？他以前长得很漂亮哎，人不但漂亮，人又很好哎。我今天啊，昨天早上一看到啊，不看还好，一看你吓了一跳，整个人就老了啊，老都这样了、啊，<laughs> <laughs> 头发都白了，啊，整个人都瘦到这样，哎呦，他这个是我以前的偶像吗？ 我赶快把一尊一张阿弥陀佛的像，好庄严的像，寄给我那个朋友。对不起，现在我的偶像是这一个啊！<laughs> 以后你不能再乱寄给我这个东西了啊！这个跟我无有关系的。说实在的，真的哦，你看我们以前呢、啊，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男的以前的多帅啊，你看现在。 头发白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眼睛也看得模糊了，耳朵开始听不清楚了，吃东西也没有力气，走路也离，哎，走，脚也没有力气啊啊，皮肤啊，越来越衰老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你们的相片，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啊、多漂亮啊，多好看呐、啊！现在呢，还是要接受了。呵呵所以呢，尊敬的于同修大德啊。 哪一个是我们的呢？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到现在为止哦，哪一个是你的？没有一个是你的。最简单就是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是你的吗？这个身体不是你的。如果这个身体是你的，你可以做主，你可以跟他这个身体讲：“我不想老，我不想病，行吗？”没办法，从这个地方你还不觉悟。 你还在这边迷惑颠倒，那、啊、没办法了。<laughs> 哦，所以好好念佛，念佛是正确的。哦，我们的偶像永远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偶像，那个正确的。好、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三十七念。啊，昨天呢、啊，简单的为大家说明。啊，累不累啊？累不累？不累哈、啊。 那我就去了啊好！好好，我们请合掌啊，把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念过去。嘉陵初切，清晨家号鸭群音啊，经文念到这个地方。嘉陵啊，是一个比喻。 比喻啊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是一种鸟啊。这个什么鸟呢？我们常读这个《弥陀经》的人呐、啊，你就能够看到一段经文啊。这段经文怎么念呢？叫做“迦陵平且。啊，“迦陵平且呢？ 是指啊，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呀、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一种鸟，这一种鸟呢叫做嘉陵频浅，用现代话来讲，这一种鸟呢叫做妙音鸟，妙音，啊，所以我们一般呢，啊，做要三归一啊。 口一句，我们就会念到什么呢？阿舍离啊，阿舍离，弟子妙音，有没有？或者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末后的，我们会看得到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：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成佛，称为什么呢？相为什么呢？妙音如来。 那为什么称为妙音呢？这个音是指什么呢？这个音有什么样的特别？有什么样的厉害？为什么称为妙音呢？而且这个音是妙中之妙，没有比这个更妙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下面会慢慢为大家来解释这个妙音。 为什么中风果实用这个嘉陵平且来比喻呢？啊，这个慢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。那这种妙音鸟啊，平这个嘉陵平且这种鸟呢，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呢？有，但是。 这种鸟呢，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有看到，但是现在啊，可能看不到了，甚至已经也没有人听得到，啊、哦，没有人听得到，很少人听得到。不要说外面的，连我们呢也都没有听得到这种鸟，没有，啊、哦。 那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呢，这种鸟啊，都在哪里生长呢？在雪山。澳大利亚有没有雪山？澳大利亚有没有雪山？有没有？有哈，在什么时候？冬天是哪一个几月份？七八月了吧？啊，要不要我们去雪山？ 啊，要不要去雪山啊？哎，要不然呢、哦？哎，如果有福报，哎，看得到这个这个妙音鸟也不错哎，哈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讲到这个好啊，等一下师傅到时候要跟你们问，要不要去？哎呦，师傅，好冷啊，受不了。<laughs> 啊，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那个时候呢，这个鸟的生长都是在雪山。 雪山啊，那个时候有啊，这个雪山啊，用现代化来讲就是喜马拉雅山，现在还在哦，所以原本啊，师傅啊，想要打算去 Newport 到那个西藏去啊，那个很高的那一个啊，但是没想到啊，人算不如天算啊，这个疫情一来。 还是怪怪的，在家里，本来要跑到那边去的，啊，已经规划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哦，他在喜马拉雅山那个时候很多这种鸟，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，啊、哦，这个叫做妙音鸟，啊，嘉陵，啊，平浅，那听说哦，据说啊，据说，据说这一种鸟呢，它的声音呐、啊，一叫出来啊。 非常非常的悦耳,耳，就是非常的好听啊！我们怎么想象也想象不了，鸟，那怎么好听呢？鸟的声音怎么好听呢？啊，像我我住在九十四号这几天，佛七嘛，那个九十四号很不错哎，怎么讲呢？早上起来哦，不用闹钟的，<laughs> 真的哎。 我住的那个房间屋顶啊，全部都是鸽子，所以哦，无论你下午也好，晚上七八点也好，或者你这个早上凌晨也好，天天跟你吵。哇、哦，那个屋顶还在跳，我在想这个鸟你不睡觉吗？你不累吗？<laughs> 真的诶，天天跟你跳在那边。早上起来四点，他就你敲起床了。 哦，那个声音，那个鸽子的声音，你们知道吧？哦，还有知道。哎，主动就起来了。平常我是四点半、四点四十五分呐、啊，五天起起床嘛，四点就能把它叫起来了。哦，跳，让它跳。哎呀，还是起来。有时候三点、两点多还跟你跳。哦，我说、啊、沟通一下好不好？ 你不累，我累啊！我还要打佛七我要喝三天三十息念呢。我睡不好，精神不好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哎，所以好多鸟在那边，但是有时候一起来哦，坐下来，我平常就是这样的，坐下来就是喝温水，一边念佛，哎，一只鸟都没有看到，起来了，一只鸟都没有看得到，跑光光了。所以这一种鸟呢。 中风鸟是告诉我们这一种鸟，它的声音非常的悦耳哦，很好听哦。悦耳到什么程度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连天人唱歌哦，都比不上它。你想一想，天人唱歌哎，都比不上它的声音。 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啊，很多一部经哦，不仅仅是《弥陀经》哦，很多经典哦，常常用什么嘉陵频浅这一种鸟，就是妙音鸟这一种鸟啊，来做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阿弥陀佛所说的法。 释放一切诸佛如来、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一切一切的法，它的声音呐、啊。是美妙悦耳啊，是无以论比的，让大家让一切众生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有看得到,到的、看不到的，只要你听到佛的声音，都能够得度的。 在表法这一个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一讲，法会结束，至少的几乎都是正的西陀缓阿罗汉。什么样的原因？他的音声呢、啊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用没有用这个麦克风哎，而且声音呐、啊、一发出去呀、啊，不得了哎。所以啊，中风果实啊。 用这个地方来为我们做什么呢？做这个比喻最重要的比喻是什么呢？让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明白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他的声音，他的功德是非常之妙，而且妙中之妙，没有比这个更妙了。在一切法门当中，无论三乘妙法。 哦，都比不上这个法门，都比不上这个声音，形容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。所以经上啊，又为我们讲很多事啊。诸大菩萨用千百大劫、五量劫称赞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都称赞不完；称赞西方极乐世界，都称赞不完。何况呢，称赞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？ 那就不得了了，你想一想，哎，你能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的福报有多大？太大了！中风果是用这个比喻，是不是没有有道理的？明确的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指下这个承担。你要相信，你放心，确实真的，这一句名号的声音，这一句名号的功德，没有能够相比的。 你要指下这个承堂但是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名号，对一般人呐、啊，听到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没什么好别，没什么好特别的，对不对？人家听到这句“阿弥陀佛”，哎，没什么特色啊，哪里好听啊？是不是？呃，走来走看，呃，上来看去都是一样的。 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字，简单四字“阿弥陀佛”，哪来有特别呢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有什么好厉害呢？声音怎么能够超过呢？连天人的唱歌的声音都比不上，特别在哪里呀、啊？声音的在哪里呢？啊，所以啊，很多人哦，听到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 都是一般的，你不相信？你看看你的周围，是不是这样？甚至有人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声音，害怕哎，怎么害怕呢？比方说，阿弥陀佛是给死人念的，你怎么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啊？那死人念的，活着人怎么念呢？那不吉利啊！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好像啊。 怎么呢？不高兴，距离远远的，跑得远远的，不敢听了，不敢念了，赶快跑了。你不相信呢、啊？以前听我们师父上人讲，香港人啊，啊，你们这边有没有香港人啊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如果有香港人哈、啊，我我真的对不起。<laughs> 我前几天呢、啊，有认识了一个。 啊，有个香港的，他呢在香港啊做那个俱乐部，做那个高尔夫球的，啊，开这个做这个生意的，哦，啊，跟我这个这个 wash up，、啊、讲电话，讲了一大堆。 哈，我不敢讲。哎，你要不要念？赶快念阿弥陀佛。<laughs> 不敢讲，因为我们师父上人讲啊，以前在香港啊，听到这句阿弥陀佛，哎，有人给吐口水，<laughs> 不吉利呀，哎，不敢念呐、啊。哦，所以很多人呢、啊、就是这样认为啊，阿弥陀我不吉利的。他说，死人念的，活着人怎么念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不敢念。甚至有人说啊，这些阿弥陀佛没有文化的。 都是给那些老人不认识字的，他专门给老人念的，所以称为我们净土法门、念佛法门是什么样的佛教？老人佛教。<laughs> 啊，你想一想，我们进来这边念佛的人，年轻的人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找不到一个啊。哦，如果叫大来敲法器还好，敲法器结束了，跑在外面去了，哪里会坐下来念佛？不可能啊。 所以称为老人佛教是真的哦，不懂哎。啊，像我刚刚到台湾去学习的时候，我在我师傅的道场啊，我那个师傅的道场啊，每一个礼拜天共修好多人呢，来共修的都是大学生呢。那个来共修礼拜天呢、啊，大概有六七百个人，好多人，还没有那个小孩家长，啊，一共起来都是至少一千人，那个法音很殊胜的。 好书圣那个法院，我一到台湾了、啊，共修啊，一进去啊，通通都是老人。<laughs> 哦，所以啊，我在台湾呢，受到很多的这些的好的教诲，特别是些老人来照顾我们这个年轻人。以前师傅啊，吃饭啊，如果没有喝冰水啊，吃吃不了饭的。 以前师傅啊，要吃饭没有喝可乐啊，吃不了哎。喝可乐又冰块又辣椒，哇！对老人来讲，那个都是毒啊。<laughs> 我在台湾呢、啊，被他们这些老人家一个一个改过来，现在可乐也不敢喝了，冰水也不敢喝了，天天都喝温水。 哦，你整个思想想法都、就是像老人家一样那样，哦，所以啊，好处很多。所以很多人把这句名号啊当做什么呢？当做一般的。那中风果师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来为我们讲讲什么呢？取之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呀、啊。 对这个念佛的众生呐、啊，只要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，没有一尊佛都不胡念的。我们在《弥陀经》大家能够看得到啊，不仅仅释迦牟尼佛，不仅仅阿弥陀佛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没有一尊佛都不护念这个人的。 而且阿弥陀佛在《无量寿经》告诉我们：，当你这个人念佛的时候，当你想要来念这些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而且你真的想要发愿，将来离开这个世间，我要好好来念佛，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派了几位的菩萨来保护你，二十五位的菩萨来保护你，无论在什么样的。 一切处一切事，随身都在护念了、啊。不仅仅二十五位的菩萨，哦，佛在经上也告诉我们，一切大诸菩萨都会随身引护啊。不仅仅这些诸大菩萨护法龙天呐、啊，都是随身引护的、啊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一个地方。 在这个经上为我们苦口婆心，为我们把这个道理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了解，不是来为我们讲神话的，也不是来为我们编故事的，是来为我们把这个事实让我们明白。念佛的人福报很大的。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呢，在经上啊，也为我们呢、啊、做了很多的证明。用现代啊，我们生活中，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些念佛的同修哦，都能够得到证明。佛所说的这些话，你们念佛有没有得到感应？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没有啊！你现在都是念佛得老感应啊，你不感应吗？哎呀，你要相信自己，我要相信啊、哦！真的要得到这刚感应，不要说外面，说是我自己本身呢、啊。我不是跟大家常常分享那个故事吗？ 当你妖魔鬼怪要来抓你的时候，要来伤害你的时候，当你用你的真诚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，整个妖魔鬼怪变成一片的光明，护法龙天在拥护你的，亲眼所看得到的。那如果讲到这个感应的念佛，那无计其说了，不可思议的。那这个感应啊，只有自己。 去感受，那用什么去感受呢？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一遍的一遍的去念，你要多念，很清楚的，啊，一遍一遍的去念，听得清楚，哦，好好念，把它念熟了，这个就是等于你跟阿弥陀佛主动去感，阿弥陀佛就有应了嘛。 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，你念佛当中的时候，你要真的要很清楚啊，啊，像师父念佛的时候，很清楚，阿弥陀佛，很清楚啊，阿弥陀佛，很清楚哎、欸，阿弥陀佛，很清楚。 随便，要速要快要慢的，你坐下来，你那个心就念在里面就好，你也听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明白，一句一句的。你能够这样的保持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，天天不中断，早上十五分钟，最多半个钟头，晚上睡觉之前半个钟头、十五分钟，三个月你就见到效果了。 养成这种习惯，在这个境界当中，你会一种念而无念那种境界会出来了。哦，你不用去体他，也不用去理他，它自然就出来了。你要这样念阿弥陀佛，哦，你不要像那种好像赶车一样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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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念到最后，哎呀，够喘的。 很喘啊，很累啊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很累啊，一慢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容易心浮气躁，把那个心呢、啊、定下来。因为他教你要耐心，一步一步就耐心，用你的心去看，用你的心去听这句名号，你才能够念得出来这个名号的一种的。 感恩哦，那这一种鸟呢？据说啊，这一种鸟哦，这一种鸟，据说哈、哦，这个鸟在壳里面的时候，就是说啊，在鸟蛋里面哦，它还没出来哦。当它这个声音教它出来的时候啊，教出来的声音呢、啊，其他的鸟一听到哦。 会气死了！真的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鸟一出来的声音呐、啊，那个鸟的声音太好听了啊！而且这个鸟啊，一旦呐、啊、破卵呐、啊，而出哦，就没有任何声音能够压得住它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声音，对不对？ 啊，像师傅，以前呢、啊，师傅以前很喜欢唱歌的，也很喜欢听歌。哦、oh,，very l i k e、nice、song，<laughs> 很喜欢的啊，oh, 很喜欢听这个歌，也很喜欢唱歌。哦、oh,，那师师傅最喜欢听的歌是谁呢？就是那个意大利的一个眼睛瞎的 a n r e Bocelli。哦、oh,，师傅很喜欢听他的歌，他一唱出来呀、啊。 哇、哦！整个师傅的身体，我、哦、好像都发动起来了。哇！什么都忘记了。你想一想，那个迷啊，迷到这样子程度啊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歌星啊 e n r i e Berlari 的，意大利人呢？那个声音好棒啊！一唱出来呀、啊，很震撼的。那个是以前呐、啊，现在没有了。哦，是以前呐、啊。那这种鸟的声音。 他就是有这样如此的灵呢，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啊，中风国师啊，用这一种鸟来做比喻，其实呢，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念佛之人呐、啊，就是我们念佛的人。当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你那个心刚刚念起哦，刚刚念起。 还没念出来啊、哦，只是那个心动了这个念头而已。我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、哦，还没念出来，还没念出来哦。你这个声音呐、啊，超越一切的梵音呐、啊。你只是一个动一个念头，还没真正去念哦。你那个声音，那个功德啊，已经超越十法界了。 如果今天你用你的真诚心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那就不得了啊！在这个声音当中啊，中风国实告诉我们什么？无以论比的，所以念佛的人，在经上，在三皈依里面，在《无量寿经》，释迦牟尼佛称为我们妙音居士。 妙音菩萨也没有过分呐、啊，因为它就是相应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中风果师呢，没有太过分用这种鸟来比喻，没有。所以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啊，是特别为我们比喻什么？念佛这个声音呐、啊，它能够摄受。 非常之强啊！而且这个色受啊，只要你真的真心去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用你那个心去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你的或这个弥陀愿力的色受加持，真的是不可思议的。因此，有很多人对念佛这桩事情呢，还是不大理解啊。 认为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太简单了，念来念去没什么花样，而且很枯燥啊，很枯燥，真的很枯燥。很多人认为啊，真的吗？靠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能成佛吗？靠这句“阿弥陀佛”能够超越十法界吗？靠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能够超越二种生死吗？ 真的吗？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真的能够度众生吗？有可能吗？这么简单，翻译容易，有怎么样的厉害呢？真的吗？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理解啊。我们不要说外面人，我们自己有时候对自己都不信心，不相信阿弥陀佛所讲的话，不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话，这一句名号真的。 只要你肯念，你真心去念，你能够获得不可思议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最高明的方法，往往都是最简单的。这一点，我们在现前呢、啊，生活上啊，能够看得到的。真的，怎么看得到呢？ 你看现在科技呀、啊、发达，发明什么呢？发明那个发动机呀、啊，那个发动机知道吗？你看那个动力很强啊，那个动力很强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个发动机啊，那个动力很强哦，哦，它为什么它的力量有这么强？就是因为它是一圈一圈的运转嘛。 一圈的，一圈的印传一直在重复啊，重复到什么程度呢？重复到它这个达到那种密度的高度的高度的秘诀，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大。这个是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所看到得到的。那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念佛这人也是不例外，这个原则啊。 实在讲了，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，都是不断的再去重复，不断的去念，一遍的，一遍的重复，一遍的，一遍的念，念到你自己已经念到熟了，整个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名号的力量。 整个阿弥陀佛的力度啊，他的感应啊，能够超越，非常的殊胜了。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法，我们一定要明白。啊、哦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越简单越好，越简单越妙，越简单越精华。你像这样的念佛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应。 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呢、啊，教我们什么呢？教我们你要一直要去重复啊，你要不断的去重复它，一句一句的接着一句，一遍的接着一遍，你要多念，你要多念，你要多念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这样的。你要把它念念到以后念熟了，整个力量就出来了。原理原则就是这个道理的。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没办法得到这种的力量？因为我们常常有断续。 今天念佛，明天下午休息，几个小时念佛，晚上就休息了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不能得到像现在过去的那样的得到？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断续。你看那个黄打铁，为什么黄打铁他能够念佛成功？就是因为他一直重复的、重复的念，老老实实听话的一句一句的念，一打铁一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一打铁,一,打铁一句阿弥陀佛。 所以他念熟了，熟了，自自然然呢、啊，心就清净，心清净了，生死就自在了，生死自在，你看多好哎！这个就是中风果实，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个道理。这个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们明天再给大家分享。啊，今天啊，时间到了，啊，讲太多啊，等一下打瞌睡哦。 啊，这个啊，啊，简单，今天啊，来为大家做一个比喻，这个啊，妙音之鸟啊，主要的是讲这个音声这句阿弥陀佛，没有比这个其他的方法更妙，这个是最妙的。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祝大家六时吉祥，嗯，祝大家岁岁平安。 啊，祝大家年年如意！啊，最主要的，啊，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懂得，啊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啊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们要分秒必争。哪一个你要分秒必争呢？这句名号，啊，一切随缘就好了，尽心尽力就好了。最主要的，回到你自己本身，把这句名号变成你自己。 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你自己的功德，那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间啊，所谓的愿我临终无障碍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，没有生病，没有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,没有痛苦，我们自自在在的，好好离开这个世间。就算我们没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起码你也不会多在三恶道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好处，在这个地方，祝大家。 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。阿弥陀佛。